我们给我介绍一下哈。OK， 好。坦白说，这个压力有点大，而且我刚刚上场的时候，他们还安慰我说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三个来加油，加油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今天我们要准备的这一首歌曲呢，我们先不说是什么歌名，是给大家猜一下好了，因为我相信这首歌呢是大家都有听到的、听过的歌。然后呢，既然我们是最后一组了。想要看到大家的灯好不好，我们把我们的手电筒都拿出来好不好，我们来点亮这整场好不好，来，大家把你的手机拿出来，待会再打赏给我们，是先打开你的这个手电筒，把手机给我们大家，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，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，不是讨厌你，是她很在乎你，非常非常在乎你。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？好。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。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。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也许当时忙着微笑的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问理所当然的忘记，是谁风里雨里一直握我手不在原地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心愿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最煎熬的那份心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。与你相遇好幸运，幸运，好幸运，恐我已失去为你。
送给大家。今天能够认识大家是一场小小的幸运。可以了。没有，因为我不会唱歌，我只会做这些各种花花。刚前面在前面讲那个对白真的好，真的对不对？真好，因为之后也没有听到你声音了啊。对，真好，真好。我懂得什么叫藏拙。对。好，两分钟的两分钟拉票时间开始。给够大家，我们只有最后一组就是靠人趴的。如果你还有点钱的话，麻烦给我们好不好？拜托，我们真的很需要大家的支持。感觉要跪下来了，真的跪下来。OK， 来，要跪是梅姐跪，不要，来 ，Chris， 没有，就是把剩下的给你就好了。对，来，你觉得来，我们给大家说一些话好不好？来，好的，首先呢，想要留一些时间，就是感谢，就是特地来看我们的粉丝们。我知道我们今天是有一些朋友们是特地来看我们的，在哪里？来，你们可以举手一下吗？谢谢大家。然后呢，大家如果就是还有票的话呢，希望就是可以把票投给我们好不好？感谢你们。拜托。对，其实他们真的非常用，他们基本上每个礼拜六都有在外头驻唱，然后驻唱的地方也非常的多，有在碧山公园、碧山 Park， 然后很多人上次看到你是在 MRT， 对不对？是的。所以如果想要了解他们的这个busking 的行程的话呢，可以追踪他们的社交媒体是 Cloud and Party 云海派对。Cloud and Party， 听他们的歌，让你有九霄云霄。怎么 Cloud and Party？ C L O U D， 你不要浪费我时间。P A R T Y， Cloud and Party， 对不对？是，对，所以大家多多支持。而且梅姐要请教他，为什么 Crystal 的腰可以这样细？对，我们刚刚在台下在想你的肠子啊，你不要太靠近，梅姐不要太靠近啊。谢谢。对。所以你，怎么没有回答我？对，14秒，14秒，所以大家赶快拿出你们的手机 ，OK， scan QR code， 然后把你的票投给 Cloud and Party， 不是票，把你剩下的金币打赏给我们的 Cloud and Party， 让他们有一个好的开始。时间到，谢谢大家 ，Nice one， 哇，你看这个经纪人满头大汗的，太多汗了，对了，真的很热，你只念两句话，你都在这样，没有四句话，对，我背很久，好了，我们谢谢 Cloud and Party， 谢谢，好，我们往那边移啊，谢谢，然后我们。